要不要吃点吃一次了，宝宝？你很饿了是不是？因为我真的不吃，老公。怕你饿。你再逼我就显得我机车了，所以你不能再逼我。老婆，你想喝咖啡吗？又是一个可怜的戏，我不想看了。不想看了。你受了欺负，你不能保护我，我很是难做父亲的责任。还有就是无处无尽的思念，却见不到。他又怕他如果过来安慰我的话，我会哭得更惨，所以他就知道就是送两张面纸表达他的心意就可以了。我老婆呢，我对她特别了解，她哭点特别低，内心特细腻的人，我不想太多的让她自己陷入到这个悲伤的气氛里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我希望我老婆能开心，我就特别想做饭。牛奶跟着妈妈走，跟着妈妈走，过来，妈妈走了。很香哦，我大老远就闻到香味了。好粗犷哦。
我发现我对油太吝啬了，又放少了。没关系，炒菜可以加点水。不是，我准备给你一种新做法，既然这样，给你做上汤的，你鸡汤也没喝。你很有想法哎。小心。你这什么？孜然粒儿。OK。嗯，真嫩啊，好吃哎。嗯。一点都不膻。嗯。我把那肥肉基本全剔掉了。很厉害。怎么了？觉得你很厉害啊，各方面都很厉害，还画画也很厉害。你看牛奶有多可爱。嗯。牛奶，怎么可爱了？我的猫。睡着了。我一开始焖点米饭就好了，忘了。你想配饭啊？冰箱里有一些饭，我就可以加热。算了，不用了，真的。你嘴怎么会那么硬啊？我去弄。真不用了。除非你扒住我的腿，否则我觉得你是口是心非。嗯，加热，干嘛这样啊？我来弄。哎，我还挑到半个小时去了。一分钟就够了是吧 ？OK 了，就是要等一下。我当然是要等一下，你把我当笨蛋。送菜吗？已经要一点了，你不赶快送了。OK， 那咱们一起去。好。哇、哦，好冷啊！都应该要穿羽绒服了。干嘛偷亲我？我想这两天都没亲你。对啊，你太不放松了。又光想着做饭了，实在顾不上，手太油。心也不用手。看花。的时候不准讲话。嗯，好冷呢。走快一点啊！哎，我发现真的简单点这种生活，每天没什么微信，没什么事儿。挺舒服的。嗨，叶小，我家妈西玛斯。Hello。那个我老公煮了，中午煮了，你不要下来，你在这边就好了。哎，我老公中午煮了那个羊肉。谢谢。我怕有点膻，能吃习惯吗？超喜欢吃膻。啊，真的。你敢吃羊肉？对对对对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他北方的呢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忙什么呢？老公的梦想是让画哆啦 A 梦，然后画了一个哆啦 A 梦在那边。超厉害的，他用贴的，用撕的。哦，这么厉害。他用撕的。好有创意哦，老公你看，
你们两个好浪漫哦，你怎么两个变老人了？好，那你们慢慢享受二人世界，我们先走了。你会刷我的吗？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热血青年哎。